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我是胡夫骑射。今天的话呢，我们给大家做一款山寨的玩具，百维所推出的这个 TW1024 号的这个至高领袖人物，他是这进了变形金刚第三集里头御天至尊的形象。那实际上他使用的模具呢是 SS 系列里头的御天至尊，那是一个 Voyage Class。 那 Voyage Class 的玩具呢是非常适合把玩的。之前的话呢，也有一款把 SS 的御天至尊放大的版本，那一款呢非常的巨大，根本就是健身器材，而且它过于巨大的关系呢，在最后车子密合的这一段的话呢，是相当需要体力还有专注度的。那么这一款的话呢，放到了 V 级，可以说是相当适合的把玩。我也没有想到说呢，这一款的话呢，能够成为被他们给 KO 的一个作品。那它的话呢，是相信会给大家带来一个福音了啊。手上这个则是正版的，这个正版的玩具呢，非常的量很少啊。福一推出的话呢，就直接没有再第二次的补货，所以这一款现在是 SS 里头非常昂贵的一款，大概除了电影三的铁皮，还有这一款啊，这两个应该是目前非常抢手的。然后这一次的百威的话呢，算是挑了一个非常抢手的模具。在车型的外观下呢，能够明显看出来不同的地方是这个顶盖，这个的话呢是正版这个地方是可以往上折的，它是多了一处的一个转折的一个关节，但是呢百威的话呢却反而没有啊，这是比较奇怪，通常都会增加的，但它居然去减少了啊，整个变成是一块的部件。那其他的话呢，它的一个车子的变形呢是有一些小小改模的啊，比方说呢，这个是百威的版本，你看到没有？这里两个卡扣是扣上去的，但是呢，在正版的话呢，它则是整块部件从这个直接从中心点扣下去，而不是两侧这里扣下去，啊，所以它是有一些做一些小小的一个修改。那么以车型的密合度来说的话，百威的这一款密合度可以说表现得非常的好啊，我不是说还过得去，我是说它非常的好。相较于正版的话呢，当然我没有故意把正版弄得裂缝比较大啊，我没有那么阴险的小人啊，反正，对不对？我是巴不得能够把它变得越漂亮越好，但是它确实在密合度上面，百威的这一款，我认为是表现得可以。然后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哎，不对，哎，都有啊，对不起，我看错了，我以为它这个省略了一个 logo 啊，那后面是有一个铭文了啊，这里正版的话有这个铭文 ，KO 的话就是没有。那这个斜肩的话呢，就是机械的时候呢再去比较涂装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翻到底部来看啊，再次提醒啊，这个左边这个是 SS， 这个是百威，那你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啊，官方的版本它的这个塑胶稍微有一点油的感觉，油亮，不是说它真的出油了，就是有一点油渍的一个感觉，而这个的话呢感觉比较干涩一点。然后从正面来看，可以说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官方的这个地方外围这里它是一个涂了一层的漆，还是说它是塑胶色，总而言之呢它呢跟这个不一样。百威的话这里反正直接整片是一个透明部件在这里，这些都是很小的一个细节了啊，我相信大家也不会特别去在意这些，甚至我觉得说啊，它跟正版的话呢有一些小小的区别，肉眼上可以分辨的话呢也不见得是件坏事啊。好的，那我们现在来示范这一款至高领袖的变形过程啊，基本上呢不会相差很多啊。我第一个步骤呢是习惯了先把这侧边这一片部件给弄下来，那它的一个这个地方这个卡扣框上去之后非常的紧实啊，然后把这个地方给弄出来，这个变成武器的这个部分啊，然后我们把这个后半部呢跟前半部做一个分开，稍微扭一下把两侧错位错开，我们先把腿给变形完成好了，腿的变形呢这个地方先把它给打开啊，两个都给打开，然后的话呢这个侧边这一块部件啊，这里这个部件把它给往后面推一下，这个地方往侧边打开一点，这个脚尖整个翻上来，然后脚尖的话呢往上提起来，旋转这个地方，不要转这里哦，转这里啊，做一个内外的一个翻折啊，翻过去之后再来怎么做呢，把这个啊这个部件直接往下盖下来，然后的话呢后面这个地方这里有一个部件，这里有个凸扣进去，这里把它给扣进去，然后的话这个地方脚底板啊，目标就是把这个凸扣进这个洞啊，我们就需要转动这个地方这个球形关节，转动过来靠上来就行了。
把它给压下去啊。这个地方压下去的时候呢，会有一点磨耗掉啊。第一次的时候呢是非常紧的啊，大概两次磨得差不多了，应该就比较舒适一点。那这个变形也是一样，这个地方侧边这块部件先把它给推开，这个地方也往侧边推开，它这个地方的关节的松紧度比较适中啊。我那个正版的话，这个地方反而比较偏紧啊。然后呢，把这个地方，你看这样转，不是转到上面了，要转下面这里，所以这个地方捏住啊，转过来，这里扣下去。那这个地方的变形都是一样的，从这个地方扣上去，再把这个部件，啊不对，变错顺序了啊，应该先把后面这块扣上，再把这个侧边给包过来啊。腿的变形啊，这里都是完全一样的。上半身的话呢，有一个小小地方不同而已啊。那我们一样，先把这个手啊，从内部给翻出来。那这里有两个凸，全都是握住它的。然后侧边这个地方一样，再次的把它给解开。手的话呢，就可以从里面给翻出来了。翻出来之后的话呢，我们再把前面这个地方要打开，这里稍微好了，这一片干脆把它拆掉好了，这一片。啊，因为等一下我们就直接给它装上那个它的一个组合用的那个新的一个配件，这块部件我们就直接把它拆下来好了。这个地方打开，到这个地方整个给推开来，到这边推开。这个的目的呢，是为了让我们这个上半身能够做一个旋转。那这个也是它这个玩具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毛病，从这个地方转的时候，很容易上半身就直接掉下来。应该是我转的角度是错的，你如果转错角度的话，很容易就喷溅了。这个。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呢，它的一个手臂有一边也比较容易喷溅，这个地方啊，几乎每一次转错方向呢，就会腰就会喷出来，然后到这边。那推出来之后的话呢，这个地方有一个横的凸跟一个纵向的凸啊，分别扣进这里，然后呢这个地方再扣过来。那这个胸甲的一个内侧啊，是有一个凹，跟这里有一个凸，把它给扣上去，到这边要整个的给压过来啊，整个的给扣上去。这个地方对，要对准啊，这里我两侧都先对准一下，好像这边扣上了，这里也是一样，这里是要调整一下这个感觉，就像OK 压上去了。那这个地方这里肩甲给挑上来，然后手臂的话回到原处。我忘记是哪一侧，二头肌转动的时候呢很紧，紧到容易掉下来，我忘记是哪一边。然后这个地方啊，这里是有个组合卡扣的，记得把它给扣上去，到这边好扣上。那这个裙甲就直接往后摆就行了。好，那么到这边的话呢，其实这一款至高领袖已经变形的基本上算是完成。那我们的话呢，也就这个地方给大家看一下，还是稍微试一下给各位看好。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是感觉是比较奇怪，它这个不能，它这个部件啊，我感觉是这样，你这个地方你少了一个反折，那你这样扣上去不就后面有一根长毛一直在后面吗？我就觉得不晓得为什么它要这样设计。那所以这个部件我们就不装了啊，包括这个部件我们就先暂时的不需要，我们先把它放到一旁去。我们来直接组合它所附带的这个啊非常非常帅气的一个软的披风，那就是从这个地方给扣上去，用力使劲往下压就行了，压下去扣上去就行了，然后就把它垂到后面，啊，这个就帅得非常的多。那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它其他附带的几个配件，首先是这个大盾，这个盾的话呢是官方的 ，SS 的话呢是没有的，啊，这个是官方的。那你一定很好奇，那这个官方能不能拿呢？当然是可以拿，只是说它的一个握的一个。拿着，那绝对是完全可以拿的，但是它的这个各位也看到了，它的这个握柄这个它是一个直的，啊，所以它不是一个 L 型，那变成说就是，而且它的侧边又没有得扣，所以它握的时候就变成就是只能像握一把枪一样的一个感觉，啊，各位知道，对不起，那个枪掉下去了，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那所以的话呢，我们就你先知道有这个大盾就好了。然后的话，它还有附带两把枪，两把枪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有一把这个小枪跟大枪，叫什么名字？这个是小枪嘛，就叫小美，就是它的大枪就是大壮，对不对？然后小，我真的讲到小美了，它的这个小枪的话，这里明显看到有一个组合的一些凹槽，那具体应该
应该是怼在什么地方了，我是真的不太清楚。好，第一个六尺狼是肩炮或怎么样，你要让它单独拿在手上也是可以啦，那甚至说你要让这个官方的这个拿当然也是可以，就刚好可以拿。那我们还是拿这把大枪好了，这个杀死的这个 Ironhide 的这个枪啊，拿在手上非常的帅气啊。那另外就是这个巨大版的双刀，你看它尺寸差很多，那它一样是中间有一节这样，我们就把它给握持下去，然后扣上组合上去。好了，我们这个帅气度爆表的 Sentinel Pride 山寨版，这个至高领袖的家伙呢，就算是把它给整个组合完成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好了，背后啊，这个可以动啊，就感觉就生动了非常的多。那它的这个屁帘的话呢，好像没有什么改善，还是说我没有变形到位，反正呢就是只有这样子嘛。那么由于是武器变大的关系，就感觉威武的程度很差了很多。头雕有一些不太一样，那其中最大的明显是我觉得它这一款比不上 SS， 就是它的裤裆这一带为什么涂这么厚的漆呢，我没办法理解啊，这个从盒子里就看得到，这个红漆太廉价感了。相比较之下，官方的这个涂装居然好上很多啊，各位应该能够看得出来，这个红色实在是差的有点奇怪，包括胸甲也是。胸甲的话你看啊，这个官方的版本内部的话还有一些灰色，但它这个直接是红色一片的压过去了啊，就不晓得为什么，反而这次在涂装上它好像做工没有官方来的精细，那是有多了一些白色的点缀。斜肩这里有一个数字，对不对？然后肚子这里，对不对？官方是一片黑，但是它有一些金色的点缀，但是这个红漆还是没有办法掩盖这个红漆啊，确实失败了一点。头调也不太一样，各位再近看一下，这是这个 Hasbro 的版本，它这个头调已经算很好看了。然后这一款的头调的话呢，感觉有没有更加的阴沉一点，感觉变瘦了。它的第一个是它的颜色比较深，第二个是它的鼻梁做的比较突出一点点，各位应该能看到，各位或者是说它的眼窝子做的更深了一些，然后眼珠的涂装的话呢，也稍微加深了一点点的颜色，对不对？两个老人同时看着你的那种感觉，好吧。那头雕的话可以说是两个不同的人物。那还有一点更明显的，头上的触角这个地方是整直线的，但是它这个地方打了一个弧线，看到吗？这个头上的触角是不一样的，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弧线，官方的是没有，细看来说它是有一些不同的。那么这个不同，我还是那句话啊，我个人是认为我宁愿它稍微有一些是不一样啊，不要完全做一样，这样你反而可以吸引到一些已经有买正版的人，是不是可以考虑啊再买一下。那最大的败笔就是它胸口的红漆啊，跟官方比它确实是失败的。那这个裆部的红漆是不跟官方比，自己看都是不及格啊。除了这个之外啊，这一款的话可以说是弥补了很多人可能相当程度上会弥补了很多没有收到这一款官方御天之盾的人很大的一个遗憾。我相信可以透过这个玩具来做一个弥补，而且它是 Voyage Class 非常适合的把玩，那个人比较推荐的，个人比较推荐，你可以考虑入一个看看啊。光是这一些配件啊什么是可以给这个官方的来用啊它就已经有很大的一个优势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就还是拿个盾好了啊，这样子今天就让它单独收尾吧。这个非常强悍的一款玩具，那就给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